轮回事实上没有轮回，从哪来的？就是这一念错误的迷惑变现出来的，变现出这个境界，自作自受。就好像人晚上睡觉做噩梦，梦本来是没有的，做噩梦苦不堪言。所以佛说这叫可怜悯者。我们在六道轮回就是在做噩梦，噩梦怎么形成的？一念我执，我要破掉梦就醒过来。 所以，绝后空空无大千，这是永嘉说的。梦里明明有六趣，有六道轮回，所以觉悟就很重要。觉悟怎样才能觉悟？一定要有智慧，智慧不是从外来的，智慧是我们自己本来有的。般若智慧是本来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我们迷了，失掉了，怎么失掉了？就是刚才说的，因为有我见，有我执。 把智慧障碍了，不能现前，起心动念都是妄想、烦恼、分别、执着，都搞这些东西。所以佛教导我们要以度他，自度度他，大圣重点在度他，因为度他才是真正自度，自度而不度他就变成小圣，那就非常的困难。